去走，在生命电视放上去。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救护众生讲座。学习这个习惯，在念的时候非常的专注在思维，而且真实把自己身体84000毛细孔变成84000光啊！你要观想过去、现在、未来将做所有功德回向十方界，那你要观想上供下施十方法界啊，乃至世间的东南西北，所以的所有父母、所有师长、所有六亲眷属，过去现在的法界诸有情，你要真实的观想跟相信。以今天大家这个功德念一下共善业，我们全部合起来的八万斋戒的功德，今天又是六斋日，今天又是十斋日，今天又是念一下佛陀神变月加持日，10000兆倍功德，大众守斋戒，消除众生罪业，30劫功德。今天又是药师佛加持功德，哇，那各项的功德合起来啊，来布施法界诸有情8难3途倍。那你要很认真，在学佛就是这样，就是这种禅修啊，你把你的心念放在一个正确的念头上面跟行为，然后就把自己这个凡夫的习惯性啊念头把它消除掉了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你要很专心，很专心，这个就是佛教的重点，禅修啊。各位有福报了，你要得到智慧圆满，最后成佛，那你要有这个禅修戒，要达到慧，要有定啊。如果对各位很会布施持戒，而少了一个戒，那你会少一个定，你会有世间福报，没有错了。但是你有定以后，这些福报会融入在你的内心里面，叫智慧，那你才可以完全的体会，不会起贪嗔痴啊，因为证入空性。再来呢，显现大悲，你可以把这些功德像阿弥陀佛一样展现出来，1000000亿化身啊，观音菩萨一样1000000亿普门示现，因为有这个福报能够化现一切。就像你在美国存款100亿美金，你在英国存款100亿美金，你在印度也存款100亿美金，这就是你的功德。所以我到印度去不用带钱去，因为那边我光拿利息就用不完。所以各位要把这个功德融入在所有的众生，那你功德融入给所有众生，这个功德永远都在生利息。那佛陀说，如果你要成佛你不这样做，那谁请你吃饭啊？啊，谁给你方便啊？就算你懂了佛法，没有人要听你讲，没有人要帮助你，饿死罗汉脱空钵呢？啊，饿死那不一样。我们现在所有的功德要观想融入，愿以此功德
希望所有众生法海共逍遥，同生极乐国，这样再念一次好不好？然后以后经常这样练习，练习到很专心啊，哪怕一天五分钟的专心，哇，不得了啦！你的禅定，加上你的福报，你就可以开发空性，显现智慧神通，像佛一样。那每天都要练习啊，我们现在很认真念一念哦。念，如果你很认真，等一下啊，一人给你1亿美金，好不好？不然断头，我跟你讲，你去选，看你要下地狱，还是要1亿美金。那就不行，我一定要很认真修行，就要这样。我要念，我就要很认真；我要打坐，我就要很认真啊。然后让自己养成习惯。好，开始。愿以此功德回向十方界，父母与师长，六亲共眷属，法界诸有情，八难三途辈，仰仗佛神力，消灾增福慧。范世诸天主，四方大天尊，地其水火神，诸障悉消除，热恼化清扬，共证无上道，法海共逍遥，同生极乐国。就像今天你要画一个动画，给你做40分钟，你会说不够耶，我要把这16句话做成动画，让别人看得到，40分钟不够了，因为愿以此功德，你要花多少的时间了？什么是功德？那十方界你要画出来，百千万世的父母师长要观想得到，让别人看得到。那各位要是练习这个，我们大乘的止观，就是希望大家以持戒为基本，很专心不乱的念，叫禅定。然后呢，从禅定里面真实去观。虽然万法都是虚幻的，但是显现为真实的功德，去布施给众生。所以我刚刚特别各位在共生，你要观想啊，今天你替所有恶鬼道，过去是没有布施的人也好啊，乃至天上的神，天上的神如果懂了共生，得到我们的功德，他可以升更高的天啊。然后那些动物道，你替他共生，他就可以最后一次做动物了。那所以你要把刚刚那一幕记下来，而且那一幕不是这些人在供养，而是所有的众生都在供养所有的三宝。那你要会观想，所以那让自己的脑筋进入那种啊没有贪嗔痴的，只有三宝的加持。那你有这个福报以后，慢慢你就可以去思维如幻如化的，你就很容易入定啊，专心，然后你就会证入空性。所以佛教里面一直要我们强调无生法忍空性，去极乐世界也是为了要得到空性跟一个大悲不退转，乃至诸佛菩萨的加持，再加上你累劫的资粮。所以各位愿意发愿去极乐世界的人，现在每天要念一下抢修功德，因为什么时候不能做不知道啊。各位今天晚上开车回去弄西的老兵撞死了，你要这样想啊，是生命是无常的，我就剩下一天可以修功德啊，对不对？那我要赶快赶快赶快，一天当作一辈子，你要有这个无常想。如果你没有这个无常想，你也冰端冰端，了解吗？你会没这么认真的、啊、所以你要把一天当作一天，好好守八关斋戒，消除罪业30劫。哇，释迦牟尼佛加持10000兆倍功德，6斋日10斋日，哇，而且共善业。你一个人在家里守八关斋戒，跟来参加今天400人的八关斋戒，不是400倍呢，自己算2、4、8、16，总共500，没办法算。一个叫共善业功德。各位刚刚你包红包供养100块，不是100块啊，连起来共善业的功德。所以等一下会希望我们的义工算一算，哎呀，我们今天供养3个团体合起来多少钱？念一下随喜功德啊，那等于你得到一个共善业的功德，大家一起救了这么多只的鸡啊，救了鸽子，做了替身啊，挂金幡哦，点万灯，供万水，不得了了。所以早上我们占德法师又跟我们讲了什么吉祥经啊，给我们传八关斋戒加持的功德。所以我今天特别请占德法师来
故意的，哇，因为法师福报大 啊，所以今天我们湛严法师也来加持，湛乐法师也来加持，这个功德大不大？大了，太大了。他们各自的功德，我们湛净法师所有比丘尼的功德啊，我们安妮的功德、格西的功德，念一下随喜功德。像我都在一直随喜随喜，为什么？因为我是一个贪功德的人，贪得要命啊！因为你没有贪功德，你怎么去帮助更多的众生呢？对不对？希望我明天我们要救两只乳牛，有些信徒说：“啊，师父你怎么不救二十只？哪二十只？我真想救两万只呢，二十只。”啊，问题是第一个要有地方养，还有人愿意帮你养。所以明天要救的乳牛是因为一个得癌症的太太很痛苦啊，所以她希望我们帮她救乳牛啊。当然我就说跟他们说救多一点，最好那只乳牛已经生下小牛，乳牛要淘汰了，赶快救他们，让这个母子可以永远在一起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他们已经现在正在联络啊，小牛答应给我们，这个母牛还不答应。他说那只母牛还可以再生，还可以再产牛奶。我就跟他说多少钱都可以啦，好不好？因为让他们母子在一起嘛，让那只母牛保留一个 永远的，他再生一只小孩产一只奶就要被杀掉了，事实上还不到四岁了，他可以活到二三十岁呢，啊，所以很可怜的。但是各位能够救多少最好救多少，但是要有广大的土地啊，要有很多人工啊。我们在台湾就虽然可以救，但是没有这么广大了。好，但是无论如何，大家要用这种积极的心态，啊，不断的去做回向，去观修啊，愿消三障诸烦恼。你要观愿，不是汪你自己来，当愿众生啊，消除业障、果报的障碍、烦恼的障碍。消除贪嗔痴，消除三恶道，那你要这样观修。那如何发愿？因为我所修的功德，以持戒菩提心所修了所有的功德，那发愿，愿众生愿消三障。我现在在教各位禅修，就是说，因为我们大家一起念，没办法念得很慢。但是如果是你自己，你一合掌一回向，刚刚所修的功德，刚刚你拜佛诵地藏经，要慢慢念。愿消，慢慢观想三藏，变成一种禅修。这句话你可以念15分钟，因为当你念完以后，怎么样消除你累积的功德，怎么样帮助众生啊，所以你都融入去观修。那个时候你的心就不在一个世俗法，你的心就不在贪嗔痴，你的心就在利益众生，愿得智慧真明了。那你要消除众生的贪嗔痴，消除他们的三恶道，积他们的福报，所以把这个功德希望自己跟所有众生来开智慧、证空性、脱轮回、成菩提，愿得智慧真明了。什么是最圆满的智慧？调查一下，什么是最圆满的智慧？佛陀的智慧啊，所以阿罗汉有阿罗汉的智慧，圆觉有圆觉的智慧，菩萨有菩萨的智慧，但是我们要得的愿得智慧，愿得到佛陀的一切智的智慧，来了解众生的空性，度众生的方法，愿得智慧真明了，普愿罪障悉消除。不是光想到自己啊，所有众生都得到佛的加持，都消除他们的罪业障碍，然后呢，大家都世世常行菩萨道，大家都一起发成佛的菩提心，除了法界六道众生完全脱离轮回，所有阿罗汉都变成佛，那我们的轮回才停止。这就是佛的任务。那我的意思是跟各位解释说，同样四句话，你要去很认真的用它，然后呢，去化为你的思想，然后化为你的行为实践。这个是中国佛教的特点。中国佛教的特点就像各位你家里的天门帘啊，家里天门帘就是我们这一家整辈子的期望。所以每一个寺庙之所以取名字，法华寺、华严寺、慈悲寺、大华严寺，它目的就是要完成那个任务。
他会用法华这两个字写了非常非常精髓的佛教的精髓在里面，那这个叫参话头。各位，你只要把那一句话用在你的生命里面，来念一下：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自尽其意，会不会成佛？那就成佛了嘛。我想哪一句话都可以了啊。所以佛教里面的一句四句句，那你要把它用下来。所以各位，你每天要禅修心经、般若波罗蜜多心经，你要用佛陀的智慧，故空中无色。所以能够有智慧照见五蕴皆空，哎呀，你还没有身心轮回痛苦的问题，而且有这个智慧也当愿众生能除一切苦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所以那你要慢慢的，我想佛法就像打点滴液，像开刀一样，故空中如眼耳鼻舌身意，不是光念。因为你要有思维，佛陀所讲的空是什么？缘起的一切都自性空啊！你要把这个三法印四身体都思维进来，了解了，我们是用空，而不是用无明。无明缘行，行缘死，而又不轮回。所以，当你有这种真理的观想，这种觉醒的心态，然后你去观察你自己，乃至眼睛所看到的等等，乃至所谓世间的一切苦，那你都去把它超越掉，无眼耳鼻舌身意，无色声香味触法，那你要慢慢的这样去让自己进入空性，然后来禅修，再来睡觉。所以不管各位做多大的功德，最后要三轮体空，要回归空性，然后再把这个功德以空性无不执着的大功德回向给法界众生，大家都成就佛的无量智慧。那你要练习哦，啊，也就是说养成这个习惯。像我自己，假设我现在在讲话，事实上我在禅修，我只把我自己在禅修的思维讲给各位听而已，这很简单。那我也真实这样在观照，这样在发愿，这样在做，然后让自己保持在禅定的状态，很认真。但是如果当然了，现在我自己在那边打坐，就像各位现在坐在那边，我再讲下去你就睡着了，因为你没有在禅修，你没有在认真，这样就跑掉了啊。那各位，你要修道，哪怕你光吃饱饭，现在得癌症，你的心还是保持在禅定，不会被你的得癌症啊、肚子饿啊、吃太饱啊而伤害到了。那这个你当然要练习，练习要消业障，也要有福报，再来要有心灵练习的能力。那我们做这个心灵练习要干嘛？那你才可以像佛陀这样割力王哦，节节割身体。然后我们赞德法师有说到，你看我这样一直讲赞德法师，我有在监看呢，我每一位法师在讲，我都有在听，都在看，因为我认为他们将来都比我年轻，要成为大法师，搞不好我会剩下在那古塔，但是至少我会安心在那古塔，然后呢？我不会再跑回来，为什么？我会去印度投胎了，我搞不好去非洲投胎去了啊！所以当然我希望我可以真实证入什么空性，我可以千百亿化身，但是我现在不行啊啊！但是我现在就要为我死跟离开再努力了啊，因为我要学习放下。但是只要我就现在在的一天，我就很认真，但是我哪一天离开的时候，我就念一下全然放下，哎，要全然，不然你会回来做孤魂野鬼，那划不来。很多人都回来做孤魂野鬼，你放不下你的家，你放不下你的寺庙，那与其放不下，你还不如现在很认真，愿意认真，然后却绝对放下，要这样啊，而不能说我习惯这个地方啊，又不离开这个地方，这样不行。所以那但是你每一样事情都要很专注了解，知道怎么办。所以我这样说是希望我们读了这么多经典也好啊，寄诵啊，念施身法，刚刚各位在念替身仪轨那个内容好不好？如果你这个内容念一次啊，而且完全相信跟了解，光这个施身法，光这个替身多玛，可不可以成佛？就可以成，就可以度众生。你到全世界就讲这一套就好了，啊，你就讲不完了，一曲跑天下。
所以，但是各位你要重复做，什么叫禅修？每次都要放生，每次都要受八关斋戒，每次都要共生，每次都要替身多嘛，并不是说海涛法师你们只会这一套，其他那一套都不会啊。啊，我们随喜、格西、安妮他们修法，我不见得要学他们的，他们也没时间学我们的。但是我们各自随喜，但是在各自的因缘非常努力，这样就好了。对，读华严经也好，读心经也好，看一个偈颂也好，修法。所以他们每次在修法，如果我有空，我电视在看，我都会合掌。哇，那个声音呐、啊，我虽然听不懂，哇，进入了恶鬼道地狱，诸佛欢喜啊！诸佛看到佛弟子以菩提心在修仪轨，然后呢，我们又透过这个仪轨的力量，透过我们的悲心，融入在恶鬼道，融入在屠宰场。那你那个时候啊，功德一样啊。虽然我们可能是哑巴，可能是瞎子，可能是一个字也看不懂。但是他们师父在修法，我们就坐在那边合掌，哦，太棒了，了解吗？哦，太殊胜了，啊，这样子的随喜，就像各位常听那个故事啊，波斯匿国王还是阿瑟斯国王，供了68公里的灯，还不如那个剪头发的乞丐，买了一个油灯去供佛，然后他是以这样的心态，随喜国王的功德，随喜佛陀的功德，哎呀，我将来如果能够成佛多好啊，我也可以。啊，我的生命变成灯呢、啊，啊，所以佛陀马上授记他来，南无须弥灯光如来，他成佛呢，他一个字都不会的，他没有半毛钱哎，对不对？他超过国王，超过现场所有比丘、所有大众共生的功德呢，因为他有一颗虔诚的菩提心，啊，这种惭愧心、菩提心，所以他最早被授记成佛。那我这样讲的意思是，各位一定要很专心，但是很难。你在这个世界上啊，你想很专心却不容易，因为五浊恶事干扰你。但是无论如何，至少各位每天要拿出一两段时间，哪怕10分钟，进入很专心大悲心去思维经典，去念阿弥陀佛，去做烟供都没关系。啊，昨天我睡在我们张锦良家里。我就一直起来做小小的烟供，昨天有新的烟供香，我去观想，我喜欢这样做啊，打坐打坐，然后看看经典，去做做烟供，然后它熄掉了，我再赶快起来再去做啊。所以我想，打坐人就像在河边，你不能不管河里面的事情啊，河里面有小虫跳下去，你赶快下去捡起来救它，然后继续做。为什么不离大悲心？你不要说啊，我换个地方免得吵我，不能这么想。只要有蚊子掉到水里面会被鱼吃，把蚊子救下来，哪怕1分钟叫你跑2次，你都愿意。就这个叫动静，动静，因为在动的时候保持悲心，静的时候又来酝酿这个悲心，所以动的时候是在静的心态。所以我们现在在念了愿消三障诸烦恼，南无阿弥陀佛，你很认真，但是当别人骂你的时候，你还在南无阿弥陀佛。哦，你骂我愿消三障诸烦恼啊！我愿你骂我以后当愿众生愿得智慧真明了。原来我还有一个我执，不希望你骂。哎呀，所以你把我执给叫出来。所以我们在研究佛法，乃是各位今天受八关斋戒，不是今天下课了就没事，而是把今天受八关斋戒的所有的心态融入于你的生活，好不好啊？容易去影响周围的人，你最好能够受一天八关斋戒，维持一个月，然后下个月再受一次。如果你做不到，那我一个月至少受2次啊，不然呢，再做不到，我依教奉行受6次。然后希望我天天都保持在念一下进阿罗汉住，进佛陀住。当然，站在解脱道做阿罗汉，站在菩萨道，我们要做一天的佛陀，安住在空性大悲心。广修各种成佛的方便，然后透过上班，透过煮菜，透过什么都没关系。但是各位还是要练习习惯专心。你要真的没有时间读经典，你在洗衣服的时候很专心。像我有时候我很喜欢自己洗衣服，如果有机会，我那个洗衣机咔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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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全部摊成是咔啦咔咔咔咔，然后再给你加药加那个洗衣粉咔啦咔啦，然后再给你脱水，啊，我终于干净了。
不是衣服干净，是我跟所有众生透过佛法的加持，你要很专心。当然我还有加入佛法的思考，如果你没有加入佛法的思考，光专心洗衣服也可以入禅定，光专心洗碗也可以入禅定。就像各位从这边走到门口，每一步每一步，步步莲花，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也不是眼睛闭起来，不要去撞到别人，你的目标在，你还是很清楚，但是你每一步踏在土地上的感觉抓得很清楚，那叫解脱道。每一步变成莲花，那叫菩萨道。但是无论如何，你必须有解脱道的基础，很专心的每一步你都知道，而且每一步变成一种莲花，莲花上载的无量众生要去净土，因为你现在要走入成佛之道，走入净土，那你每一步都在修行，养成这个习惯。不管你在走路，你进医院，你去打针，你去吃药，那你都很专心，就是不要分心。现在你在吃饭，在想，那我老公回没回来，我儿子不听话怎么办怎么办，那这样不行，你心里会乱掉，会很脆弱。因为吃饭的时候就吃饭，喝茶的时候就喝茶，穿衣服的时候就穿衣服，只是我们大乘佛教不能为了自己的禅定没有贪嗔痴在修，大乘佛教所做的一切都是念下当愿众生，穿衣服、走路、开车、上洗手间，都有一个法，都有一个菩提心的法，一切都希望众生消业障，一切都希望众生圆成佛道。不管你在做什么，让自己很注意这个。那既然你嘴巴喊当愿众生，你眼睛要看，而不是说我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小孩跌倒我不管他，这就是阿弥陀佛在做的工作了。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是我变阿弥陀佛的无量光寿智慧慈悲，我要关照所有身边的每一个人事物。虽然我心里在念阿弥陀佛，那个老人我赶快去撑他一下，那个小孩帮助他一下，哎呦，那个事情快歪掉了，我把它调正啊，电扇够不够，冷气强不强，空气好不好，因为那是阿弥陀佛的心，阿弥陀佛的心遍知一切啊，了解一切。那如果说你念阿弥陀佛是眼睛闭起来，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这个叫中品往生，是可以往生的。但是你念佛是自私的，你是为了你自己不起贪嗔痴，能够往生而念，当然可以往生。但是希望大家是含着念一下，怀着大悲心，安住空性，实相念佛，也叫无相念佛，现在有人叫了义念佛，不管用什么名字啦，因为你是非常清楚外在的一切啊，你要把外在的一切都变成阿弥陀佛，变成极乐世界的平安舒坦，圆圆满满，微微细细的。所以你的眼睛是六根明利的，就像后面有眼睛，每一个毛细孔都是眼睛，每一个毛细孔都是耳朵，每一个毛细孔都是你的心。就像那个雷达，那个雷达是学苍蝇的眼睛，你要打蚊子还比较容易，打苍蝇好像它每个地方都看得见，你怎么打它也会跑掉，除非你把它挂一个透明的会反光的，那苍蝇就没办法了，因为它的眼睛像钻石一样，像雷达一样，方方面面它都看得见。那我们修行人的心态，那你融入空性，那各位你的心是念一下变法界。所以有一次人家问佛陀说，佛陀你为什么叫佛陀，他说我不是人，我是世界，我是众生，我是法界，我就是山，就是水，就是风，就是太阳，就是土地，我跟世界众生合为一体，没有分别，这个叫佛。念一下众生一体，法界一体，入法界心。那各位你修行要不能自私啊，不能光凸显自己或烦恼自己，因为你根本没有我，你已经像空气一样，我们叫红光化身呢。所以很多祖师大的可以修到看不到身体了，就像达摩祖师，他往生以后很没身体了，他已经入法界了。那他的生命在哪里？遍一切处，无所不在啊！你看不见他，但是请问佛陀有没有在这边？佛陀有没有在印度？佛陀有没有在日本？佛陀有没有在地狱？整个法界都有佛陀的圆满的功德，跟阿弥陀佛一样。各位要修到这样，但是至少我们现在要用观的，
让自己不能一直自私，关心我的道场、我的法门、我的钱。你要变成融入于世界，融入于法界，融入于众生。如果你不关心牛，你不会成佛；如果你不关心猴，